岁气侵人，后患无穷。你就是除夕。正是在下。乾坤力已经通知我们所有力神，你就是新任力师了。力师御之极祸，驱除邪祟。昔日除夕神君神力强大，与邪祟作战从未落败，和我们其他力神也相处甚欢。 丝毫没有作为首席力神的架子，反而像个大哥，时常照顾大家。很难想象，但是在力神的法则里，保护力神是第一准则。除夕，这画上。 是你，我不记得有过这种景象。凡人呐，不值得你们守护，他们不值得，不值得。凡间生死有命，不是你该做主的。别管以前了。 可是我现在该怎么办？你都能够突破力神的规则来到我身边，难道这也是所谓的天命吗？非你轻敌之过，这一切恐怕根本就是预谋已久。怪我，轻敌了。难道我只能看着人间就这样毁灭了？